今次咧最主要佢係一個體驗嘅形式為主啦，交流都係一個經驗分享啦。我都希望年輕人或者係有興趣投考嘅人士，進一步了解自己，知道自己嘅強項、才能、長處，咁啊令到佢未來投考嘅程序或者係環節裏邊咧，更加能夠得心應手。其實唔係淨係話有興趣投考人士先至可以報名嚟參加嘅，我哋希望呢個亦都成為一個機會橋梁，俾一般市民佢對警務工作想了解進一步了解多一啲，我哋提供一個機會。我哋仲諗緊警務工作適唔適合你，約定你5月30日警察招募體驗日，認識警隊，了解自己，到時見。